下令再排下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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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全明星五秒最强拔河队诞生，林志宇逆转胜，终止三连败，逼哭郭哥。请宣布得奖的是红队的梅贤淑。Yeah! 虽然我是这一季目前。对，应该也不会有。对，目前是最年长，但是我试着想要跟着。对，又长一岁，今天36岁，是36岁的选手。然后我试着跟着大家，然后谢谢我自己，没有让自己失望。然后今天是我生日，谢谢我妈。全明星30号播出最新一集，录影当天恰巧是梅贤淑的生日，除了在飞靶项目3发3中，凭大会纪录，排球比赛也带领红队胜出，果然是手型最大。不过呢，本周大家泪腺发达，林志宇在飞靶项目顶住压力，终止黄队3连败，郭哥哭了。我怎么哭了？不甘心输了排球比赛，发球担当曾一翔哭了。我怎么哭了？看见黄队在排球的努力，卓卓哭了。我怎么哭了？红队拔河时秒杀黄队，小姐也哭了。想哭就到我怀里哭。排球比赛也是紧张刺激，堪称四季以来最强之战，双方仅有比数，追平再追平。好旁边打，终于出现了红队，将比赛第一次马分数追平。好，我们发球。我有。好球，好球！吃球！好，不出去2颗，你们都没有注意吗？比赛是这样打的吗？认真打啊！好，得分没有关系啊，但不要自己失误嘛，好不好？我不要看到你在那边紧张哦。好，头抬起来，手心来下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！哇！脚步，脚步！我没有收到吗？哇！这个球出去了！有了。哦哟，这个太好了！林晨曦救助了这个赛末点，14比14，双方要打6了。黄队续命！防守准备，防守准备，过！来，回来，准备！稳住！来，接！还有！神经哇！有！再直接过！赶回来了！界外！真的是全明星运动会四季以来最精彩的排球赛。直接拦网了！夏普阳再见拦网得分，红队是以16比14打败了黄队，拿下了第3局。至于拔河项目，红队连赢2场，2场皆是秒杀黄队，被封为四季以来最强的拔河队伍。下令再排下令，红队是荣获主黄队抵挡的。5秒！我们在主播台上都有点瞠目结舌，而且这个速度太快，训得自己掩耳啊！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教练说的，他们跟职业选手很拼，真的。比赛开始，红队一路走进一路，鞋子很贵吗？我帮费都快交不出来了。